园本堂老母堂安座，我们恭请领导前人供点佛灯。全先向您
民善定法道喜是叩首，一叩再叩，三叩四叩五叩。老前人道喜三叩首，一叩再叩三叩手。一老前人道喜三叩首，一叩再叩三叩手。妙极大帝道喜三叩首，一叩再叩三叩手。养老前人道喜三叩首，一叩再叩三叩手。向黎明上帝安堂道喜叩首，叩在作揖放手鞠躬道喜礼毕，跪。非常的欢喜啦！咱的这个归元分堂啊，因为经过安尼，才大家安尼在这个道无言啊，今仔日已经搁重新搁甲落成。本来咱的归元分堂这个所在本来是县地，在这个县地啊，外口有只树里啊。这是早期的，寺庙转来的时阵，自家是这个所在。迄阵啊，啊，咱迄间啊，老大人的身体哩搞，啊，咱这安怎啊有得分的？就说在这个寺庙，民国34年转来台湾，啊，台湾了后就是归元，叫做第一间，就是叫做分的啦。所以咱由咱的本国，这个故宫的分出去，因为迄阵啊，咱的这个图书库，那咱华道长，才过来台湾，啊，才化境回来。迄阵啊，无故宫的故宫，啊，买来了后，所以才分出故宫建庙、故宫烧香、故宫玉山，有分出足多的出去故宫中间啊，咱故宫。咱的道路非常的方便，无偌久了后就传遍，就台湾全省啊。因这多只宝贵，大家得到多就闻之不舍，要得到多走，我都侥幸了事。你甲成功，我听要掠，其他的宗教我搁甲你诽谤，在你迄个遮恶劣的环境之下，迄阵啊会一怪遐道歉，你甲看，迄个时阵，安尼，迄个环境。安尼伫咧阿伯之下，因无退路。咱为着天下众生，也无求名，也无求利。一贯到短短数十年的中间，当然师尊民国19年接天命，哦，那伊师尊算起，安尼今年100年多81年啦。但是咧，迄阵师尊办都是在伫咧中国大陆，那么是寺庙过来了后，多咧由台湾则传遍全世界。所以台湾人要轮去讲起是，用个讲起道会发展中心，所以这个前辈者，咱上届台生来34年，民国34年来啦，啊那34年所开始传，当然是伫台湾传，各家道部法都传遍拢差不多在民国50年、50几年中间，啊才发展到世界，即阵啊已经将近差不多近百个国家，因为即阵啊咧办到咱听讲。这个道不是人在那办的，你人在那办，那我就短短几十年办到全世界。这有的人在那做，天在那散，都是人办，但是咱要靠天做，所以这本来道在我都传遍全世界，是这个意思。